如意皇上成渣龙啊，逼建功这样把妹台词复制贴上。如意啊，朕这一辈子都从未有纵情任性过，你就让朕任性一回吧，就一回好吗？如意传皇上霍建华扎出新高度啊，世边看了都想喊皇上该死该死该死。皇上爱上新欢韩香剑，硬把人家抓来当妃子。你喜欢什么东西朕都会送你的，是朕叫内务府特别为你定制的，朕想着呢，你穿着一定好看，一定风姿绰约，穿上吧。啊，我在扶桑不穿你们的衣服。这会待你好的啊，怎么会相伴到老？你不要再说了，我是不会忘记韩琦的。自己婚姻宠爱韩香剑还不准人家说。自从韩氏入宫，京城内外流言纷纷，都说韩氏是妖姬，克夫不说，还魅惑皇上，动摇我大清江山，盛世清明就要毁在他的手上。皇阿玛，儿臣也是一片孝心啊！心啊心啊！你还敢说？三阿玛，这个不忠不孝的儿子，一片孝心啊！皇阿玛，把三阿哥永璋气到。哎呦，三阿哥！而三阿哥生母纯贵妃为儿子求情，也被皇上新仇旧恨赏了一顿骂。朕从未要他在养心殿前现眼，是他执意要如此，这有什么办法？心术不正，惹是生非。这朱花是可以栽赃，但争夺后位是他自己吧？不知道卑职朕做了多少恶事。朕就是要把最好的东西给他。我的嘞，皇上，你这把妹台词听起来好耳熟啊！你不是才刚对如意说过吗？朕就是要给如意这份尊荣。有甚至还要正宫如意帮忙把妹呢。你只要帮朕劝他，劝他活下来，愿意留在朕身边。你是朕的妻室，更是朕的皇后，要承担中宫的职责，你得替朕想办法呀。我跟他看到你的面哦，我就讲呀，我跟他想到讲要跟你合作，我也想要娶我了。